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子涵。当人问起你怕什么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小时候呢，我就是怕黑，然后怕牙痛，怕被父母亲骂。长大以后呢，就怕这个功课跟不上人，或者是怕自己呢赚的钱不够多，甚至呢怕自己找不到好的对象。不晓得你怕什么呢？是不是也对你的人生充满了许多的恐惧呢？在这边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，是谁写的新书呢？那就是恩典365系列的主讲人寇少艾牧师，他最近推出的新书。这本书呢叫做《是我，别怕》。当你失去平安，当你恐惧，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，这本书告诉你可以来找他。他是谁呢？找到他，他可以带给你人生的平安，他能告诉你人生的道理，可以告诉你一个方向，指你一条正确的道路。现在很多人呢都希望觉得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，可以指引别人的人生方向。但是呢，毕竟他是人，但是这本书所介绍的这一位呢，哇，跟你所知道的完全不一样。要不要来看看这本书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。